真真啊！今晚呢个百变梅艳芳模仿大赛，巴宝睇到大家呢而幻而真，系咪？冇错啦！咁跟住落嚟为我哋表演呢位嘉宾啊，你哋千祈唔好以为佢系假噶噃，佢就系真嘅，如假包换嘅梅艳芳 Anita。多谢 ，thank you， 多谢 OK， 多谢你哋，多谢，啊好靓啊，多谢。今晚好开心，见到咁多我歌迷同埋现场嘅观众。虽然咧我最近出咗好多首新歌啦，但我始终咧都系中意以下呢首歌《似水流年》送俾你哋。望着海一片，满怀倦，无泪也无言。望着天一片，只感动情怀暖。我的心又似小木船，远景不见，但仍向着前。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？人海里面，心中感叹，似水流年。不可以留住昨天，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浩瀚烟波里，我怀念，怀念往年。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情怀未变。留下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远缠，浩瀚烟波里。我怀念，怀念往年，外貌早改变，处境都变，情怀未留下，只有思念，一串串永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哇，等你接受咗。哇，有个小妹妹几得意啊！哇，着条牛仔裙添啊！哦，叫你写大小妹妹噃。嗯，乖啦，小妹妹。不可以再追，一切已失去。哦，嘉慧小姐，再度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交翻个奖俾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肥姐啊，系，我哋今日咧就喺阿何嘉慧咧再唱呢首《梦伴》咧，就结束我今晚呢个模仿大赛咯喎吓。系啊，今晚可以讲得上圆满结束噶。不过今听晚欢乐今宵咧仲精彩喎。喺度咧多谢啲啊 dancers 啦，同埋几位评判啦，好多谢啊，好多谢。系。咁聽晚我哋就會邀請啲國際嘅奇人異事咧，就亮相 EYT 噶。有位咧係巴基斯坦籍嘅朋友咧，可以講係世界嘅長人咧，高過八尺嘅。係啊，另外咧仲有泰國奇人咧，用對眼可以拎起啲好重嘅物體噶。仲有中國同埋香港嘅氣功大師，亦都會分別為大家表演啲精彩嘅氣功嘅。係啊，咁而家阿波咧就預備將奧運啲消息啦報導俾大家知噶啦噃。咁又要睇奧運啦喎。係。
好，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再度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交翻个奖俾你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肥姐啊，系，我哋今日咧就喺阿何家伟咧再唱呢首《梦伴》咧，就结束我今晚呢个模仿大赛啦吓。系啊，今晚可以讲得上圆满结束噶哦。不过今听晚欢乐今宵咧仲精彩喎。喺度咧多谢啲啊 dancers 啦，同埋几位评判啦，好多谢，好多谢。系。咁聽晚我哋就會邀請啲國際嘅奇人異事咧，就亮相 EYT 噶。有位咧係巴基斯坦籍嘅朋友咧，可以講係世界嘅長人咧，高過八尺嘅。系啊，另外咧，仲有泰国奇人咧，用对眼可以拎起啲好重嘅物体噶。仲有中国同埋香港嘅气功大师，亦都会分别为大家表演啲精彩嘅气功嘅。系啊，咁而家阿坡咧就预备将奥运啲消息啦报道俾大家知噶啦噃。咁又要睇奥运咯。系。好，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